我们这儿还真有假新闻了，还真有枪战。早跟你说过你不信，我爸正抓人呢。哼，不努力。报告老师，黄叔听歌。行行行，数你最欠。黄叔，自习课也是课啊，摘下来。啊，对了啊，我说一下。 上周的周记作文让你们写的题目是“美好未来”，这大多数同学写的太一般了啊，也没啥新意。最高分方柳啊，写的还是一贯的优美，继续保持啊。要求写六百字，某个人只写了四句，我不知道你是嫌我这题目太肤浅呢，那还是忙的没时间写呀。王迪。 站起来说说呗，啊，你这是啥意思？没时间写。那你的时间都忙干啥了？忙的补数学啊。那也没见你数学及格呀，你补的猪脑子里了。来，把你那四句诗啊给同学们念念。啊？啊啥呀？你这时候知道害臊了？念。念就念。 只有孩子才会把美好和未来误解为同一个意思，而我已经不是孩子了，美好不再是我的征途，苦难才是我永恒的旅伴。嗯，你知道我为啥没给你分吗？啊，因为我没法打。 我给你打了，那其他同学写六百字儿，那人家觉得不公平啊。但是呢，我个人是很行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下次再这么写，我给你打零分。你坐下，一会儿把你那四句诗啊贴到后边去。我还有点崇拜你呢，咋办？小丽，你刚才看啥呢？ 王迪，你太有才了。你干啥呢？